姥姥，你赶紧给我钱，我要吃方便面。你小子天天吃一些不健康的，姥姥给你做。你一把年纪的，做出来能有浪味吗？臭小子，姥姥做出来你别吃。小外子，帮姥姥把家里的方便拿来。姥姥，你做方便面要挂面干嘛？你不懂，看姥姥是怎么做的。姥姥，我要吃干脆面，不是拌面。就你那五毛一包的，姥姥还不知道啊？姥姥，要不我来帮你煎，你先去忙其他的。你小子又想偷吃了吧？这香脆脆真不错嘞。